您想了解世界500强企业采用的成本控制方法吗？您想实现提高公司运营能力和成本被减的目标吗？山东教育电视台名家论坛专门制作推出了成本被减节目，著名财务管理专家尤登红运用20多年的国际财务管理经验，结合近10年对本土企业的深入研究，整合出一整套从成本控制的角度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方法。敬请关注名家论坛，这里有您最需要的资讯。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观赏名家论坛成本被减系列演讲。本期的题目是增加经营效益的3把刀。大概不久之前，我在一个总裁班里面听到一个老板跟我说，尤老师，你说的东西帮助我找到了这增加经营效益的3把刀。我从此引用他的话，变成我课程里面的一个章节。企业主一个总裁听了我的课，告诉我说，老师，你帮我找到了那个增加经营效益的3把刀。你看，一个经营者他肯定需要一个资讯来帮助他来判断他在做的众多的事业当中哪一个事业是不赚钱的，把它给砍掉，哪个产品不是不赚钱，把它给砍掉，哪个经理人是没贡献的，把它给砍掉。这是企业教我的，企业主教我的。他说他在寻找资讯帮助他来判断哪一个不赚钱，帮助他判断哪一个客户不赚钱，帮他来判断哪一个经理对公司是没贡献的，把他们给砍掉，然后再找一个更赚钱的产品、更赚钱的客户、更能够贡献的经理人进来。从企业经营的本质来讲，本来就是这回事，把资源给丢下去，时间给丢下去，成本给丢下去，你肯定是希望总体出来的结果是越好，效益越高越好。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里面的细节，用了20个主要的经理人，这20个主要的经理人到底谁有贡献谁没贡献说不清楚，把谁给砍掉不知道，给谁多一点奖金不知道，做了100个客户哪一个客户最赚钱也不太清楚，我们就继续按照这100个客户继续做吧，那么你的经营绩效肯定不是最好的。企业主想到的都是这些事情，但财务人员没办法提供给他这个资讯。所以这个老板当他听了尤老师的课程说，我找到了，我好高兴，我找到了。企业主真的在寻找这个资讯。这一节我们就跟你探讨一下，到底怎么样帮助一个企业主找到这3把刀。我们又回到这个地方来，成本在供应链当中，是供应链里面的每一个作业活动，每一个执行这个作业活动的一个职能部门，在企业里面发生成本。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些成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关节，使得成本可不可以管理，使得成本可不可以下降。我们已经好几次看过这张图，它很重要，所以我不厌其烦的让你看。企业的运作就是在这个供应链的设计当中而开始的。我们因为决定要这么做，要做研究发展，要做设计质量，要做市场，要做销售，要采购，要生产，要配送，要售后服务，又需要有人力资源，要需要财务，又需要技术发展，有些一般采购，所以我们才设计这样供应链出来。所以我们公司最好确定，最好确定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做供应链当中的每一个作业活动都是精良有效的，而不是拖泥带水的。如果我们发觉这个部分比外面做的无效益，我们最好用别人的东西来取代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你看看，当成本是在那边而发生，我们就应该让成本下去，因为所有的成本的发生都是为了服务我们的产品 A 加产品 B 加产品 C。 因为3个产品的不一样的需求驱动了研究发展部去做了一些动作，也驱动了设计跟质量去做了一些动作，也驱动了市场跟销售去做了一些动作，也驱动了进口物流去做一些动作，同样的也驱动了其他的各个职能部门去做一些动作，来支持产品 A 的销售、产品 B 的销售、产品 C 的销售。所以我们既然各职能部门是为了这三个产品在服务，我们就应该把对他做的动作直接归属给他来承担我们的成本。这些成本的承担，第一个方式就是在发生的时候直接让它直接化，直接化到产品里面去。
譬如说研发部门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为了 E 产品发生的，当我们切传票的时候就把这个成本把它给归到 E 产品去，它就直接成本了。另外一种方式，在一开始没办法直接归属，那么后来需要做分摊。好，分摊的方式不要用会计科目分摊，找到作业活动，你在做什么活动，那么以作业活动的时数来分摊这个成本，也很合理。我们曾经谈过这个方法，所以最后的结果，整个供应链的成本通通在产品里面，或者换另外一个界面，通通在客户里面的，或者换另外一个界面，通通在项目里面的。那么企业内部的供应链的成本，一些要到产品里面去，一些要到客户里面去，一些到项目去，都没有问题，你都可以交叉做分配。对于采用产品的，大概就不是项目，所以这两个不会重叠。但是是产品又是客户，就可能我先到产品里面去，再来累积成顾客的利润表，顾客利润表又出来了。就对大部分的公司来讲，第一阶大概是先分到产品里面去，有产品个别的精确的利润表的时候，那么再来累积这个经理卖几个产品，或者这个客户买几个经理卖几个产品，这客户买三种产品，把这三品的三种产品个别的量乘出来，利润表就出来了。一个经理管十个客户，那么十个客户的个别利润表加起来就变成这个经理的贡献了。这样子分摊的结果，我们公司就能够产生像这样一个成本的概念。这种成本的内容是我们传统会计成本会计在核算的内容，我们会很精确的去计算，或者我们想要很精确的去计算在一个车间当中的运作怎么样拆给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这是传统会计所核算的。那它就不包括其他的部门，它就不包括车间以外的其他部门，它是 不包括的，因为那些叫三项费用。有一些公司在特别做研发多的，可能会把从一开始做研发一直到产品能够生产完成放在一起，变成一个定价跟生产决策的一个成本。但这些都还不足，因为还有一大块的东西落在外面变成间接成本。只有我们把整个供应链所有的活动的相关于 A 产品通通分进来，我们才真正理解到这个产品的成本跟价格当中的利润的关系，改善的方法，改善的需求，这个叫做利润保护跟财务决策的一个产品成本，我们需要这全成本。所以当所有的成本通通因为产品的不同的需求而驱动的供应链的活动都适当的接受这些成本之后，那么我们就真正能够了解一个产品的内容有些什么东西了。譬如这个例子，就是一家外国的公司对一个消费品的产品，他们能够算到这个样子，里面包括原料，包括包装材料，包括人工，包括电费，包括折旧，包括维修费，包括租金，包括检验，工厂物流，工厂管理，仓储运送，分销支持，各占这个产品成本里面的这个百分比。这种资讯应该很美妙吧？这种资讯很好的地方在哪里？一旦市场价格变化，我就想办法在这里面寻找到哪一个成本是应该下降的，以便来指引我应付这个价格，我还有利润。所以成本管理的空间在这里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重点是，明年度的预算的编制就在这里面。预算到底应该每一个职能部门要多少钱，要多少经费，不是他们说了算，是我给他们的。是我这个产品明年能够卖1000万，这一千万里面按照56%的原料成本就是你的，采购部门你就得到原料成本56%。当我的变成1亿的营业额之后，你还是56%，所以你的经费有多少，你肯定很清楚，是吧？它就是我们编预算的时候，职能部门应该有的资源的一个基准，就是我这个产品能够承受的成本，而这个成本比起我的售价还有利润，是我们公司要求我应该赚到的利润，我维持住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应该能够替公司所有的产品产生类似这样一个利润表，有销量，有销售额，销量乘上单价是销售额，销售折扣，销售的金额，产品的成本，毛利润，销售金额减掉产品的成本就是毛利润，这相当简单的概念。接下来就是三项费用。那么对产品里面的三项费用，就是市场发展的费用、办公的费用、营业，得到叫营业经理，一个叫做销，一个叫做管。财务费用不在这一块，我们把财务费用往下，
所以消三项费用里面多一个产品部门，他也应该接受，按照他被服务的状态来接受这些成本。办公费用他接受，市场发展费用接受，得到一下营业经理。营业经理之后的就是业外的，包括非营业的跟所得税。对产品来讲，他也该吸收他的，他用了多少钱，承担多少个利息。接下来所得税，你赚了多少钱，那么公司整体负担 33% 的所得税，那么你赚了这块钱也有所得税的负担，所以也算到你身上来，得到的叫做净利润。所以我们不应该继续以毛利润来考核产品的利润，不对的，后面还有相当有关的三项费用是需要进来的，请看这个概念。以我们今天早上举的例子，一个产品 70% 的产品成本，15% 的三项费用，1% 的营业外损失，跟 0.5% 的所得税，所以这家公司可以赚到 13.5% 的净利润。那么这个是产品的成本，这叫做三项费用。三项费用的15%可是不小，我们要不要管理它？一般公司，我所理解一般公司不管这一块。我曾经听过好多家公司说，来，明年度就是我们的成本管理重点年。从哪里开始？从车间开始。车间的人又遭殃了。第一个要什么？车间里面的采购成本要下降。第二个要车间里面的良率要增加。第三个要车间里面的各项运作的成本要下降。看到的都是什么？既然我们是生产单位，那么生产的成本就是为大头。你看10%的最高，由他做着手吧。事实上，这种成本叫做跟机器运作相关的成本，这种成本非常机械化，它要进一步下降的空间，老实讲是最少的。这种成本叫做跟机器运作不相关的成本，这种人穿的是白色的衬衫，他们没有机器来带动，他们不需要管理时间，他们以最终的结果对公司负责。但是每一个人8个小时当中，到底有几个小时是有效率的时间，永远都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不知道。你看看那些外国的大型公司，照说他们的人员应该很积极的运作，因为他们都拿比较高的工资，公司又有那么好的体系去协助他们的成长跟发展。可是你看这些外国公司，动不动公司精力出不来，砍人一下子砍到10%，人就不见了。人不见了，我公司是不是把目标也下降10%？才不是了，维持原来定的目标，人员少掉10%，这什么样的道理？要你把人员少掉10%，又要你完成原来的目标，怎么可能呢？你明明就10%的工作没人做，是吧？不是，他就是要人家重新安排他的工作优先次序，哪个工作不要做，哪个工作赶快排紧急做。所以每一个人都做紧急的东西，都做重要的事情，那个不重要的事情留到后面不做，都不影响到部门的一个目标的达成。也就是每一个人手中都有一块属于非效率的时间，把那块给拿掉，整个目标就完成了。你能够理解吧？所以真正一个企业还没有开发的成本控制的空间应该比较少，在这里比较大的是在这一块三项费用。三项费用是什么？就是我们供应链当中除了车间制造这一块的其他的部门都是属于三项费用的内涵。而这些成本你怎么管理？你来跟他们讲说你的成本太贵了，肯定没有道理，讲不出来，没根据。可是一旦你把这些间接成本让产品去承担，让产品去承担，就让成本来规划一下，让成本让产品来跟销售价格来比较，肯定产生相当相当多的需要进一步下降的一个空间。所以由他们推动来寻找成本下降的空间，远比我们以单独以职能部门要求他们做成本下降更有一个利基，更能够驱动这个事情的一个实现。产品利润表不难，就是这两个重点，三项费用的分摊，办公费用、市场发展费用，它占到我们三项费用，它占到整个公司15%的成本，不占到我们收入的15%，它是一个管理的对象，它应该进入到产品里面去，让产品理解，让产品知道，让产品产生一个下降的一个需求。所以当我们众多产品都编出这样利润表出来之后，我们肯定可以比出来了，后面5名的是谁，后面5%的产品是哪一个，对不起，删掉，非常系统化的删掉，继续寻找更赚钱的产品，这样我们就有办法优化我们的资源了。这是第一把刀，砍掉不赚钱的产品。
接下来，假设我们能够按照供应链分摊成本到客户，或者几个客户产生的产品的销售加起来变成客户的贡献利润表，譬如这个样子：销售总额、销售退回、销售额减销售的折让，得到折扣后的销售额，减现金折扣等于销售金额，减销售成本标准的成本，得到叫销售毛利。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平常都算的，但是再往下面就不见得算了，包括针对个别客户的促销费用，客户身上发生的促销费用由我们承担的那一块，销售费用、其他的销售支持的费用，这些东西按照客户来个别承担，得出来叫顾客的贡献。同样的道理，我们把众多客户排名最后五名删掉，我们再找更好的客户，那么是不是也得到一个优化我们资源的一些方式？很多公司，特别是外商公司，在这一块做得很仔细。这个资料事实上是一家公司，美国的做医药的公司，做妇女跟婴儿护肤乳液的公司，相当有名的美国公司正在做的事情。他希望清楚地核算出来每一个经销商对公司的一个利润的贡献之所在。好的经销商，公司尽量培养他，尽量支持他，让这个经销商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公司就不要多花时间再去找好更多的经销商，维持一个旧的经销商，比开发一个新的经销商节省多了，省多了。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真的搞清楚哪一个经销商对企业的贡献最大，把这个经销商开发大，让它变得更大，做生意做得更大。甚至公司放账放给他更长一点都没关系。不好的经销商，透过这个数字检查出来，不好的经销商删掉吧，这个没有道理再去开发它，没有道理再继续维持住。要求销售经理再开发新的经销商，用这样来优化整个公司的经销商的团队的结果，肯定财务的绩效会变得更好。经理的贡献，一个经理，一个区域的经理管一大片的客户，是吧？我们也来个别核算一下，哪一个区域的经理贡献最大，哪一个区域的经理贡献不大。那么我们把不好的经理给删掉，让好的经理给留下来，让好的经理配更多的人员，取得更多的资源，让他去开发更大的生意出来，不是企业的经营绩效就变得更好。这边有一个表格，试着来计算一下经理的贡献。部门人数，客户没占用我们的人数，但是一个销售区域就有人数存在，所以这个经理带了几个人先摆出来，因为人员多寡影响到成本的大小，当然也会创造收入的大小。不过应该衡量一下人数跟销售收入，一定要做比较。销售收入减掉销售退回，得到销售收入金额，计算上一期得到销售收入成长率，除上人头得到人均销售额。接下来开始考虑成本，先考虑变动成本，变动成本里面有直接的成本，有间接的成本。收入减掉变动成本得到的叫做边际贡献，接下来计算人均边际贡献。变动成本完了之后要考虑固定成本，但是把固定成本拆成两块，一块叫经理可控的固定成本，一块叫经理不可控的固定成本。那么部门经理的边际贡献减掉经理的可控成本就是经理的贡献，经理的贡献再减掉经理不可控的那一块成本，部门还是需要承担的那一块成本，一扣掉就是部门的贡献。部门有贡献肯定有所得税，相连带的所得税给扣掉，得到叫部门的净利润，然后计算部门净利润率。经理的贡献在这个方块里面，我们在考量一个经理是不是有效益，是在考量他的非可控成本之上的那个因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一个经理人能够扛更多的责任，最好把经理不可控的成本怎么样尽量都转化到他的身上去，就是一个可控成本跟不可控成本的一个区分。我们不应该留太多的成本是不归他管的，我们最好什么成本都让他管，所以他就能够体现出他的责任出来。我们不给他管的那一块就要分离出来，他既然没责任，他对这一块就没有被考核的意义，是吧？所以叫做经理贡献的下面那一块叫做经理不可控的成本。我们应该透过责任的一个分解，权力的加大，尽量把不可控的成本都转到经理可控成本里面去。这就是今天前几次我们谈到一件事情，成本有可控跟不可控，它只是决定于到底我们给一个主管有多大的权力，他能不能去动这一块资源，他能不能想办法下降对他有没有影响，影响之后他到底口袋会不会受到相牵连，
我们希望造成这种机制，可控成本给他，出来的净利润他的口袋受到影响，他可以多拿钱，他肯定愿意多管事情了。所以尤老师这一节在介绍的东西，就是我们尽量让企业里面的企业主能够更清楚的看得清楚我们企业按照客户来分，按照产品来分，按照经理人来分，到底大家的贡献在哪里。没有贡献的资源就应该被取回来，摆在更有贡献的一个地方，使得我们的整个的经营绩效变得更好。那么这个资讯不是税务会计要求的，也不是财务会计要求的，是一个上市公司，政府不要求你这些东西，证监会不要求你这些东西，交给税务局的报表他也不关心你这些东西，他只关心你的各项费用报的是不是合理，凭证是不是存在，所以他你报的净利润是不是对，他能够课你的税的金额是不是对，如此而已。外部的机关对我们会计资讯的要求不在这个环节里面，不在客户给我们赚不赚钱，产品给我们赚不赚钱，不在经理人的贡献是多少，可是管理却是这一块。所以管理会计是整个财务人员能不能在企业内部里面站立更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东西。如果财务人员希望对老板有帮助，能够听得懂老板的话，能够真正给老板一个协助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要提供这种资讯。提供这种资讯一点也不难，就是我把间接成本一拆就可以了。我千万不要以为我给老板看到一个毛利，我按照毛利来判断产品是不是赚钱，客户是不是赚钱，应该是值得参考。不对，因为我们的三项费用占到整个成本里面的 15%， 有些公司看来可能更高呢。而这三项费用怎么发生的？它里面是采购成本，是检验成本，是运送的成本，它是怎么发生的？它就是根据不同的顾客的需求而驱动的。顾客越麻烦，在供应链当中驱动的成本越大。那么我们只算了它制造成本就来考量它毛利，是肯定不完整不正确的。每一个顾客对公司的需求都不一样，每一个顾客对公司的服务的要求也都不一样，而那些东西就是真正驱动我们三项成本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它应该被拆开来看，它应该被拆开来该谁负责。而这个该谁负责的方法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们每一个职能部门都交代出来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作业活动，而根据作业活动把受益的对象一拆进去，完全得到这个资讯。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再一次看看一个分摊的方法。一个传统的成本分摊方法，直接的成本没问题，可以直接追溯到成本标的里面去。间接的成本，不 ABC 的方法的关于这块直接也都完全一样，直接用追溯，它没有改变的必要。那么传统的成本的分摊方法，对于间接成本的分摊，就是找到一个数量的基础，全部一次分摊掉了。这个方法在现阶段来看，恐怕有一点点需要你担心的了。那么 ABC 的基础提出来说，间接成本不要一次分摊，间接成本叫做一种资源，是一个会计科目的概念。会计的科目的概念最好先回到作业活动里面去。一旦有作业活动，那我们就比较清楚了，这个作业活动是做给谁的。那么这个分摊的基础就存在，在这个地方用的就是追溯。所以使得这个分摊方法在整个分摊追溯，是吧？追溯的动作多过于分摊的动作，会使得这个成本变得比较精确。在后面的那一块作业活动跟成本标的之间，透过作业的动因，就做给谁的，马上做追溯，它的结果是比间接成本的一个分摊还要更有效。更重要的是，我在强调的是，间接成本的分摊如果是我们决定的一种数量基础，我们决定的让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公司的一个系统，公司的制度，那就告诉大家，告诉被分摊成本的人怎么样，你别管呵呵，你别管，这是我们系统定的，所以这个成本你也不需要去计较了。那么我说这种分摊方法就是无效、无用功、浪费资源，应该被节省，应该被下降，应该不要做，应该把成本给节省下来。那么如果我们希望做了成本分摊而能够让人家真正造成成本下降的结果，他肯定资讯就必须要是作业活动跟时间，就是我上一节曾经给你介绍的方法，利用作业活动跟时间来分摊职能部门的成本，进入到产品里面去，进入到客户里面去，而让那个维持顾客负担顾客利润表的那个职能的部门回头来跟职能部门互相谈话，
来谈话，你的这样动作对我来讲是太贵，我们共同坐下来讨论什么方法能够协助你给我少做一点，或者效率给提高一点，因为这个成本我接受之后，我的产品利润就不存在了，我们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就丧失了。的结果是使得整个公司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对老板来讲，他可以决定这个产品给裁撤掉，这个客户给放弃掉，这个经理人给不要。对公司的其他职能部门来讲，就是有人在指点他怎么样做好成本控制，他不再是无人关心的，他不再是一个成本发生就被归档的一个动作，而是成本发生就在内部里面开始产生一种对话。我认为这种成本分摊的技术还没出现。我知道有一家相当大的一个集团的公司，目前正在寻找，他想要找到一个软件系统来协助他们做座位活动的管理。我很想告诉这个企业，不要，你不要去找太先进的技术，你宁愿用手工、用 Excel、用时间表来做这一块管理，而不要直接采用系统。因为你听我讲过，用系统之后，财务人会怎么样？他都不知道这数字怎么产生的。SAP 有相当好的一个间接成本，特别是车间里面间接成本的一个分摊的技术。但是看到那个成本数字之后，你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因为你不懂它怎么来的。所以我建议不要，我建议那个企业，你不要去找 SAP 或 Oracle 那么高深的技术，你应该应用我的方法，把一个职能部门运作的总成本除上你们的运作的小时数，得出来一个单位成本，用这个单位成本乘上时数来分摊所有间接的成本，这是个相当好的方法，而让我们真正产生一种成本对话的一个基本的资讯。本节在跟您谈的是一个企业主为了优化他整个资源运用的效果，他需要调配，他需要把一些资源从不好的地方调配到好的地方去，而这些好地方就是客户、产品跟经理。所以如果我们财务人员能够主动协助做些资讯出来，我们把成本拆到产品里面去，然后来看看每一个产品真正的净利润在哪里，哪一些产品真的是不好的产品筛选掉，协助老板给筛选掉，我们把成本进入到客户里面去，然后我们来排名，把客户排名，哪一些客户不值得我们再做，我们放弃它。我们把成本拆到经理所负责的那个区域里面去，我们来看看哪一个区域比较赚钱，哪个区域比较不赚钱。除非战略性的决定说这个区域即使不赚钱还是要继续开发，那是个战略的决定，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说都在一个成熟的市场，都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当中，这个区域就经营特别无效，我们干什么还要留这个人来做呢？我们应该摘掉他，再换一个人摆进去试试看。这些动作就是优化我们的资源。财务人员能做什么？财务人员不是变成一个恶人、一个丑人，告诉人家说你费用超支了，我不准你报，你留到下期再报，这不是财务人员的责任。财务人员是在默默当中工作，我们不讲话，我们提供资讯，但这资讯很有用。看了这资讯，人家就说财务部门好，你们的产，你们有附加价值，我们因此得到尊敬。我希望这些演讲对老板、对财务的工作人员，你有一些想法。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主要的工作就是间接成本的分摊。谢谢你的观赏，谢谢。